叶云、黄品源金刚合体，黄国伦惨遭两人夹攻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一搭一唱，为什么越来越像综艺？今天这个节目是叫什么？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没办法，中间看到长胡子的人啊，对，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。你们两个在飞哥旁边练剑应该多年，我觉得两个发功起来这不得了，我们真的没办法抵挡。时间倒退，梦幻不灭，越陷越深。双